今天的互动话题是，芭比到底喜不喜欢芭比妹妹为她设计的新车呢？知道答案的朋友不要忘了告诉我们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今天啊，小林又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玩的芭比玩具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来玩的是。每次的配音都不一样吧？芭比的夏日洗车套装。赶紧来拆拆看。现在呢，小林终于组装好了这个芭比夏日洗车的套装玩具了。大家可以看，这边有一个非常豪华的芭比车车。这边呢就是芭比的洗车场套装了，这边呢是一个停车的地方，牌匾，然后呢这个就是用来洗车的。那我们芭比要洗车的时候呢，就把车开到这个上面来。这边呢还准备了很多贴纸，现在我们就用贴纸来装扮一下车子和洗车场吧。先来看一下芭比洗车场的标牌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的洗车场的标牌呢已经装饰好了。另外呢，我们这个洗车牌的后面还有玄机哦，看一下，有四支彩笔，待会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彩笔呢来给这个车子涂鸦。另外呢，我们还可以用到这些来贴来装饰这个车子，剩下的这些贴纸呢是来装饰车子的，我们也把它贴上去吧。好了，那我们的芭比在这个洗车场里面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就一起来看看吧。姐姐，你说我们周末干嘛呀？最近周末都好无聊呀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新买了一辆车吗？要不然你这周末带我去兜风吧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带你兜风啊，没问题。不过你要给我保证，在兜风之前，你得先把作业做完呀，好不好？知道啦，姐姐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周六做作业，然后周天你带我去兜风。就这么决定了。好，那我周六检查你的作业哦，别忘了。哇，终于到周天了。昨天给姐姐看我的作业，她也表示非常满意，那就说明我今天终于可以坐上她的新车去兜风了。太开心了。姐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姐姐来了，姐姐早上啊去加油了，现在呢就可以带你去兜风啦。快上车吧。哇，太好了，你的新车实在是太美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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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今天心情实在是太好了，作业也做完了，天气也这么好，而且姐姐你的新车实在是太舒服了，我好喜欢呀。哎，姐姐，我记得你这个车是新买的敞篷跑车吧？你可以把天窗打开吗？我觉得有点闷闷的，现在这么好的天气，吹吹风多好呀。好，那就把天窗打开吧。怎么样，现在是不是舒服多了呀？真的是太棒了，继续走吧。快走，我们去海边看看吧，啾啾。突然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是不是早上吃坏东西了？这附近有没有服务站呀？前面就有一个。妹妹，你稍微在服务站等我一下，我先去上个厕所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姐姐，你快去吧，不用管我，我不会到处跑的。好无聊啊。姐姐怎么还没来呀？看看姐姐的车里有什么好玩的吧。虽然啊，姐姐这个车真的很漂亮，但是我觉得略有点单调。正好我带了画笔和贴纸来，要不我来帮姐姐打扮一下车吧。对，我还带了贴纸来。
我要给我姐姐的车贴上漂亮的贴纸。哇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好好看啊！姐姐会不会爱死我了呀？对对对，我还带来了这个，我可以呢用这个笔照着这个图案呢给姐姐的车上画一朵花。最后呢，我当然要签上我的大名了，芭比妹妹。哦，签在车窗上吧，比较明显。嗯，哇，我真的太满意了，我觉得姐姐一定会很喜欢的。还有贴纸都已经放好了，就在这等姐姐来好了。哦，姐姐过来了。啊，现在终于舒服多了。啊，妹妹，不好意思啊，姐姐不知道吃坏什么东西了，一直拉肚子，等久了吧。啊！啊！我的车，我的车怎么了？我的车发生什么事了？姐姐啊，就是我刚刚太无聊了，然后用画笔帮你装饰了一下车子，怎么你不喜欢吗？啊，我不喜欢，我一点都不喜欢我的车，你知道它有多贵吗？啊啊，姐姐，你别生气，你别生气，这个只是画笔和贴纸，贴纸可以撕掉。画笔的话，去洗车的话，应该洗得掉的。你别着急，你别生气好不好呀？还去什么海边啊？马上去洗车。老板，洗车。好的好的，客人，这就来。要洗车呢，先得给我们的这个洗车机呢，放点水进去。好了，满了，现在就开始给芭比洗车吧。哦，哇，真的一洗就掉了，快看。前面已经都洗干净了。哦，还有车窗，呵呵，芭比妹妹的签名呢。你车上的涂鸦我已经全部都帮你洗干净了，现在呢就把贴纸帮你撕下来。最后呢，我们用小毛巾帮芭比的车擦干。芭比的车擦干净之后又焕然一新了，芭比记得下次多多光临哦。好了，今天呢，小林就跟大家一起玩了这个芭比的夏日洗车记，怎么样？大家看它有趣吗？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千万不要忘了咻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扫描下方二维码，还会有更多林可家族的小日常等着你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